已经给你尽头了，你就应该要照时间来去分析，唔通我歹做啦。你给我几工时间？我绝对唔可以说你去伤害阮江家一件事。就算讲你刚刚好已经发生关系了，也唔过迄嘛是因为你两个饮酒醉所发生的一个错误啊。结冲哦！哪里我算啥？搞我利用煞，袂当一脚踏开始。那真正安尼是结冲哦！哪里敢无体力？两千万对我来讲是笔钱，你若愿意陪我去日本五天，咱用这五天的时间，把这两千万开掉，你敢满足？面对吴总的压力，玉秀敢会答应伊的桃色交易？美美为着尴尬，要如何跳破佩珍的真面目？阿浩真正无可能介意，你咪阁直接白了讲啊！我只是提供一个解决人事的做参考。后礼拜精彩好戏，牵手。明知那无你，一生的孤单，只有将爱藏在心。梦中彼双温柔的手，安慰着我坎坷的心痛。明知是甘愿甲你相命命，竟然甲讲乎你知影。我怎样为你去打拼？甲天照答，用爱刻我的名，相信愿路会替咱牵红线。甲天照答，用情甲你作伴。人地摊，最后已经到阵行。